基隆廟口十六號的甜不辣也算是夜市裡面的一項代表作。可以吃嗎？甜不辣的魚醬是用到兩三斤以下的小鯊魚跟著鯊魚來把它打成魚醬，當然裡面也加入太白粉、糖、味素、衛生。这道的开机做爱为一位叫做柯花掌的人讲起。柯花掌正好做甜不辣，后来来了一位王德，伊就来加着柯花掌学习。这功夫学了，就去家己开店，但是并无成功，所以走来庙口家发展。1956年来这创业，两年后娶了伊的家后黄宝。本来除了甜不辣以外，阁有炸牛蒡、甲着芋仁，但是尾仔呢，干那卖即味甜不辣尔尔。你若是要谈只食，安尼伊就用肥仔碗甲你装；啊，你若是要食七桃啊、四界走，啊伊就用一个纸碗互你带啊。因为是高级味，所以呢非常讲究的现场现做现煎。啊，你煎的油用的是土豆油，煎的到底啊，就香滚滚，滚滚香哦。这个不是边走边吃用的，是这里的碗。对，在这里，这边用纸碗，纸碗啊。对，就像用那种。好，安尼一招嘛是会当拍天下。